最近搬新家有什么改变吗？维他命放厨房，记得吃。这是我妈每天要吃的维他命。那是给忧郁症的人吃的。你爸妈都没告诉你吗？那些以前的事情，他会渐渐想起来吧。你已经赢在起跑点上了，回来就可以当个 CEO。你是人生胜利组哎。并不是每个小孩都是父母亲的赞助商。他把我内裤扯下来，然后我要捍卫我们女儿的清白，谢谢。你女儿比较重要吧？你要想到她的感觉吗？那如果当时你没坚持去学校，你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你想要两个人相信？你问过我怎么想吗？你根本是不爱我，我怎么可能不爱你？